大家好，我是风静，我现在在陕西延安，然后这里是延安的二道街的夜市。在地上铺的那种布，第一次见这种的。现在还不到6点，很多都还没有开始。地上铺这种也挺好的，最起码完了之后地上不会脏，不着油啊。我现在来的有点早啊，应该等到6点半之后再来。据说延安的这个羊蹄儿是非常好吃啊，但是我找了一圈没找着，可能有的还没有出摊吧。他这边桌椅板凳都还没有摆好啊。这还有这种设备，晚上有人直播的好像。今儿的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然后咱们下视频见。